弟子平时按照老法师的教导修学，但为亡者助念时，可否参照密宗的中阴身救度法？如果有人指导，可以；没有人指导的话，就不必。啊，就用净宗的方法就很有效果。啊，同时也做出一个好样子，一门深入，啊，常识熏修，啊，做到真正讲的不夹杂，啊，不怀疑，不夹杂。